柳丝。等一下，要是谁打简体字吵架，我们就直接六四天安门。哎，家具没有在群组里面没有没有，赶快吗？退出来。哎，还没看剧呢。不是，我也在里面啊。奇怪，你好坏。我刚听到两个人加入才对啊，没有吗？你怎么这样啊？完全退出来。不是，这个是我技已经术开始性，跑了啦。是技术性的问题，我已经退出来了。等我一下，对，他进来，我们可以开始。等一下啦，我要先退出啦。你慢点，大家都在等你。啊，刚刚就是他就不让我退没，刚刚那个画面按 ESC 没反应没。被强迫加入下一场。对啊，我被强迫加入吵架环节。不要那么火爆。好了。退出了。不用邀我啊，我还在群组里啊。不，你没有。我没有吗？你消失了。我不，这里显你示有没有。现在才有。出现了。好啊。换我游戏笨点。哼，哭了，这是什么粪 game？我遇到技术上的问题，嘿，不许你这么说他，欸，我现在是领头人，哇，给我变成领头羊了。现在是领头人，但是你要怎么加入我？就是自己开始，谁叫你不开线上？是，那可是线上。让他玩色色游戏才不会被发现。抓到，我这不就进来了吗？他怎么看升级的奖励啊？哪一个？就是他不是等级升级也会有奖励？还走那个战团，冬季战争那个有奖励而已，那个才有吧？哎、欸，没有，不一定哦。Hold this position。他的升级奖励应该是各职业的升级奖励，本身主账号的升等好像没有吧？还是本身的升等是拿到钱？有可能。他职业的升级就是解锁他解锁那个造型嘛，容易。但解锁造型还是得花钱买啊。没错，但是你解锁他了，我怎么把帽子给你？你解锁之前连买的资格都没有。没错。嗯，我怎么把帽子给你们？帽子给我好吗？其实现在你就直接开始就好了。为什么现在变成我是领头人？他不想那第一个死的64名玩家，对不对？对。诶，应该可以从群组里面给吧？不然看群组只能踢人，把自己踢掉。自己踢掉，全主央。我们英勇骑士超英勇，我们会自己踢飞我自己。The assault on Thayer Stronghold。帽子给我好吗？我是暴聘勇士。嘿，我是熟。分手了。敌人飞走了。宝也爆啦！为什么你们成功出去了？我被退了。哎，你们怎么？
吧。这边是我有帽子的。哇！现在要对了。对啊。我直接被踢了。欸，然后你是不是想要把帽子给我的这样子？帽子又变成了，为什么他就怎么会显眼？我们要退出去。那一个到底是怎样？太多人很卡，欸，人太多了，真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超卡。刚刚有人冲过来看到我，根本没有看他动，然后就挂了。我甚至砍一个没有武器的人，我砍不到他，结果我发现他其实是有武器，他突然就拿出武器，然后开始砍我。很让你放下戒心。没有，是我砍他的时候，他是双手，然后可以防御我的武器攻击。没道理。他武器没显示出来哦。对，然后想要奇怪的时候砍不到他，然后其实他是有拿一个小棍子，然后再跟我们打。而且要40/40吗？不对，是20/20。40/40有点多。40/40比那个64还要多。对，会爆炸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我等一下要拿出我的装武。欸，还是有三对三要去打三对三，可以这样吗？有啊。我们被打烂掉。欸，按错了。技巧三对三，试试看。不是最大人数，就是最少人数。他还有一对一啊，有点太极端了。嘿，可是人多的时候很卡哎，欸，爆拼爆160，结果根本没人在玩3v3，排不到人。我们给他60秒，已经开始了吗？还没有，还在排。不然就是他其实是可以加别人的那个伺服器房间，去我看到比较稳定。要不然就等60秒吧，如果60秒没有的话，没有60秒还没有弄到的话，就去那个64或40。Mix Modes 还有模组，聘高的都在 1v1 是怎样？嗯，有进去了？没有，没进去啊，我取消了。哦，好，应该是混合模式的一集。连接，进一个39ping。Just 20 Agathians remain.他先进场，后面一个五，后面一个500多的。哎，谁啊？人爆杰克。杰克，你们还不睡觉？对，我不用当兵。你去跟那个在当兵的人说。Down to 10 troops left. 在人爆杰克。
Only five Agathians remain. 这几天都在捡垃圾。今天不捡了，今天在砍垃圾。不，我一直在打队友，我掉了陷阱。We are victorious. 你在玩什么？你在打游戏机。就是那个角色尖叫会听起来像你的那个。角色有战吼，他吼的声音很像你。差不多那么长。是这样子的吗？加零经验欸，好惨。欸，我加四四。因为我可能得分太少，刚进去就快结束了。The Siege of Rudhelm. 发现一个问题。感觉跟我们去打人机没什么差别。对啊，其实拼比较稳啊。你说人机拼比较稳吗？人机的话拼也是会有不稳的时候。我说加这种。568，还是要打20/20，总共计568。这游戏啊，你说我们在玩这个？对啊，有点贵，我就忘了。你那时候买是半价吧 ？We are besieged. Go forth and quash this pathetic rebellion. 喂，前面那个人直接打。We must stop those siege towers. 很痛。会弹管的话，我应该可以买，但是觉得我应该不会弹管。你连平常跟我们玩的时间都没有了。没啊，你们都满四个人了，我来干什么？没有啊，捡垃圾可以5个人捡垃圾可以32个人对啊，捡垃圾那游戏叫什么？我们装了模组，我们有装了模组。模组，要英文又要中文。装了模组。所以捡垃圾那游戏叫什么？该不会叫捡垃圾？那个 Lethal， 全名捡垃圾。好像叫什么 Lethal Company， 我还只有188。天，好玩欸，真的吗？还是恐怖游戏吗？不是啊，是好玩游戏。不是啊，那你们现在要玩吗？你去买，你我们就玩。啊？你去买，我们就玩了。我现在买给你看。好啊。我一定要看到。恐怖游戏吗？不是啊。真的吗？没有恐怖要素啊。你有一点太极端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开灯。开那个屁啊！你为什么玩游戏要关灯？我平时都是关着灯玩游戏的。那你的眼睛要坏掉了。对啊，眼睛坏了，没关系啊。你想变得跟黄皮区一样是不是？他那个眼关的坏。想要变得跟黄皮区一样是吗？我卡不上的。赶快把你干掉！五万秀补血。我可以准备了。五万秀。那个三玉王跑到对面去了。哇，等一下，没有武器，可恶。这样做要换那个墨灯吗？要。要装彩的一起玩吧。我没丢到他。三玉王跟着用。现在变成那个高等的在虐菜我们了。什么弟子？现在是三对三。对啊，上单弟子。上单弟子。
蛋了，我们被虐菜。我连杀了两个，结果还是被三一网杀了。我们三一网，他们一网，他们光是一个就好难打。不愧是三域王，好了，卖了，有点太冲动了。哦，我可以退货。才不管你，好了，我宰好了。夸张的网速哎。还没宰好，你要去宰莫德。我又不知道莫德是什么。我们要三十二个人才可以玩。赖啊！还在赖？你怎么是赖了？你死扣了！哈你是有传在死扣啊？哪里、啊？把武器打烂了。我看起来像个……哎、啊，我打到你。不，你没有。Sorry, bro。在补血吗？还没。那我要再给我一次那个莫德。哎，哎，你要杀队友？自己查。我先躲到坑坑里，然后。嘿嘿，三玉王。嘿嘿。他称赞了我。三玉王称赞了我。三玉王的嘉奖，哈、啊、打屁股，反正唐氏真斗人，对啦，哎、欸，中文在唐氏真斗人那里啦，你命也在哪里？因为那个时候发兵第二次了，哦不，三玉王，被砍死！我超远距离击杀。哎、欸，我们多一个队友，然后他把我砍死了。这算是队友？他躲在哪里？我怎么没有看到？哎、欸，你真的有在那里面？是震动人。啊，是震动人的，你有吧？对啊，我只看到，我只看到他不在往上呢。飘哎、欸！叫你自己找，你就不能把凤之过来给我吗？我们在打，我们在打这个世纪的战略，就这样子。对啊，捡乐真的没有很重要。干！很上面吗？应该还好吧，那里有很长传讯息哦。拉到唐兽人去了，等一下。What the fuck？ 谁传的？林俊吧。我没有看到他传一个 有王子的东西。哦，是燕凯。干！就被一个投石把我投死了，然后顺便把他队友投死了。是巴哈的那个吗？巴哈男，怎么会是巴哈男？莫名其妙。哎，那个发的气候一直在打我，这样。他没有在 care 砍队友这件事情，我要把他飘出去。三对三左右。三对三早就弄不到人了。再是三对三的。So just 啊，这一直都不是三对三。那是那个、啊、二十，那是那个吧，二十人。没有没有，这是那个伺服器，我去找伺服器里面拼比较稳的。我要宰。整个包，宰，然后丢进去。哎、欸，解压。
压缩，然后把里面的东西丢进去，丢进那个 Steam 的档。哇！哎，跟他们打完一定会变强。没错，我真的有觉得我这场有变比较强。因为很多人机吗？不是，绝对不是因为那个。很多人机就不会有突然跑出一堆人来围殴你。哎，人机才会围殴，机才会围殴，玩家会出错了。玩家会出错。哇，人机一个重击砍他头一剑。好了。人机都不行，人机很用。像你打过去的人，叮叮叮叮叮。真的，可能打赢之后会有点心的。又在卡。You fools, they have nearly taken control. 你帧数调太高。没有啊，他就是直接画面卡。那就是帧数调太低了。Folly! The Agathians have taken the walls! Protect the camp for the order! 他找不到我，他找不到我。四个人一直敲，敲扫雷。中文吗？他，我记得他有中文那个中文模组吗？可是我的载完之后是没有。我装那个叫可能要另外去装中文模组，他那个里面不是也有？因为他说那个啊，他说他的整个包里面有，可是我载下也没有。对，群在骗。我装自己装中文话。现在，所以你们都没有？没有，只有皮逊有。他也不需要中文。哎，是没错。中文需要看到的东西也不是很重要。去死！小心！围殴他！我怎么没有看到鲨鱼王他们？哎，我看到了，他们从边边。哎呦！哦，我被围哦，妈的！等一下，我们那个发的什么的，他跑掉了。我被劣势了。我们现在差一个队友。我们差一个不需要捡垃圾的队友。有人在凑。哎，你们偷射。安秀小心，鲨鱼王过去了！哇，我画面卡了死定了！How they have destroyed our camp！我真的很会砍。Hurry, block those siege ramps！再见了，安秀！嘣嘣嘣！啊打！对，正在好那个人，我还好，我正在看中文模组要怎么用。你有考虑买中世纪吗？但我现在要退货。哎、欸，你可以买两个游戏啊。去捡垃圾。
哎呦，我打死三鱼啊，好爽！哦不！我现在的对手是那个两千。你们在哪边？另外一边。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有两个人。一个是，干，这边人怎么越来越多？好，嗯，跳不进那个小帐。我先留在这边好了，这边来人了。可是众人，你要知道，别去现在不玩这个游戏。你说中世纪吗？对，因为他觉得这游戏太火爆了。Fuck you, fuck you！ 我去另外一边支援剑凯。他现在没办法玩。没错。哈哈，我把丢掉，就站在那里让你丢啊！我倒下了。啊哈！我吐血，我一个人。哎，以众人的财力，肯定是可以买到快乐的。该死的机器人！哎，仲恩，你是回台湾了？早就回来了。啊！我被那个两千杀死了。什么叫早就？我上个礼拜去四天，都回来了。有没有卷？为什么要回来？我都在公司跟你们去迪斯科里面嘞。什么？进 disco 了？小心，上面还有一个人，两千在上面，他才血。两千被我飙掉了。嘿，扯。还当狙击手？我在当，在玩零。好久没看到你背对我，就把他飙掉了。因为我在下面在跟他打。欸，这台已经很前面了。在想办法。欸，对面有弓箭手。箭的两千。啊，糟了！耶，成功了。我。要不然你要负责去选地图。真有你的，众人，你可以进来跟我们一起打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188、168，剩只有一个人在花七百，赚了。吃一餐很贵的。干什么？我别一看要借给别人破破万的钱。他给我打我。The siege ramps have almost reached the walls. 哎，另外一边快到了，你们还在这里。而且他还不能马上一次划过，他要分批划过。为什么他给你这样多？你去买股票。因为他很酷哎。啊，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在那边讲，快发家致富就靠这一刻了。赛赛马。那里面很多，那边很多是那个赛、啊、马场。发家致富是靠这个，好玩吗？赛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进去过、啊。但听说它最低的是港币，所以就是花80台币，你就可以去那边赌。哎，支援。然后我有听说我那个我有其他朋友去那边花20块去赚。就花那个80块台币就赚2块，发家致富就靠这一波了，快将近。去赛马，去香港赛马。
他不用你出头很多，没错。另外台到了。三玉王在这。Fuck！ 我还是没看懂他的那个动作。小心，三玉王在这里跑。这听起来比恐怖游戏还可怕。欸、原来会偷射箭。你已经在暗示那捡垃圾游戏是恐怖游戏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是说我没有玩过其他的恐怖游戏，你没有玩？是这样子吗？你们玩的恐怖游戏这么多？不要紧张。哎、欸，我重生在这里，我是要怎么过去？直接跳下去。没有，他不是有这个可以下去？哎、欸，好像不行。下去是真的下去。可以来，安丘要从旁边。快到了，我看安丘摔倒了，跳下去。很好，那个八兵就已经发了，那是恐怖游戏。嗯、他没有，没有他的 IG， 他已经发了，那是恐怖游戏。他发过了，这样子吗？他都发了。哇，到了，可恶！ You jokes, their siege ramps have reached the walls. 没关系，我们都知道这剧本是什么。最后再逆转。啊，可恶！不，我命就猜到了。我猜到了，还要改直踢。哎、嗯，那个两千过来想要当我。安秀，小心后面。我打的赢那个69等，其他都不行。欸、我打不赢，五个唯有我一个。哇，中间都他们人，小外斧头，他进的很快啊。赚两次分就可以当王。为什么？我就剩残血，你还怪叫我那一下？我吗？我丢补包给你。就是那个铲子哥。你在这边干嘛啦？在做什么？这个人到底在干嘛？他在嘲讽吗？哇！我打赢了两个玩家，结果被两个机器人杀死。哈哈，你不如 AI。你上来啊！你给我上来！没得游戏啊！妈呀！妈的！呀！你们打嘴炮！你买给我啊！不行，我不需要借人家。被围殴，然后我。你快快逃！我才刚被围殴。真正的勇士是要打赢他们的。你赢了吗？我赢了。一打四，开玩笑，这边还有两个中间。那输给 AI 了，那输给 AI 了。你怎么会说这种话？三玉王，
哇，我击杀队友。妈是这两个，他妈的在那边偷射。阿 Q 该拿出弓箭了吧？对面的第三、第四名在那边拿弓箭，在那边偷射。阿 Q 该拿弓箭出来跟他们对决了。我操队友！他刚好像叫我当王吗？还是说那个不想当，然后直接顺位一下？没有，他当王，还是那个只是叫我往前复活而已。不会。感觉应该 OK 吗？嘿 ，OK 吗？OK 吗？OK 吗？偷换帽子，是得死。去外面偷袭他们的弓箭手。不想要承认他了。三月王好吃啊！哇，还是叫三月王。哇，给我狙击！我把那个交呗，不将军鱼。可恶！没有人救我，也没有人杀我，我这样是要，我只能在地上流血致死。没有自杀吗？希望撑得下去。就在我旁边还闲闲没事做，然后害我跟他一起被打死。搞不好就是电脑纯粹讨厌，不想救你。再这样子。还
去吃面包了。面包会回血。不知道，吃面包。哎、欸，被卡死！加油，撑住十秒！我已经准备好要打 GG 了。微笑。其实后面的第三、第四名。现在还没有很强，穿越王是强的可怕。蓝色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打进去，只有红色愿意打。哎、欸，因为他们输给我们这几个菜鸡。那走吧，去捡垃圾。哦，不是中文要来跟我们这个吗？啊？中文不是要捡垃圾吗？我没有买那游戏了。到底是哪一个啦？我没有买中世纪那游戏。哦，你到底是怎样了？哦，到底要不要讲清楚？我有买捡垃圾啊，但我没有买中世纪那游戏啊。好啦，那就退吗？好啦，那你现在买。走。不要。走了，就不。